谢谢了哈，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哎，等一下，三单元302，还有一块，还有一块。哎，我只有一个。哎，是不是张培的？哦，对的对的，张培。来，好好好，谢谢哈。拿钱，你女子的撕开看一下啥子。哦，好好好。啊，现在拆。哎，买点嘛？ 哎，买点啥送哟？玉爪子，我去快递。哎，杨姐，今儿超市搞活动，我们一起去。走吧，一起去。你自己回先，我给他们去超市了哈。不忙吧？哎，我周末加班。我知道，今天有点正事，你等一下。 旭龙，朱旭龙，朱旭龙，佩姐，朱旭龙，哎，好久没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。哎，还是一点都没变，那么年轻。怎么没变？我老不少。啥老啊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媳妇儿秦健。啊，秦健，我是张佩。对对对，张佩，张佩，特别好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坐坐坐坐坐坐。田总，您坐。哎呀，朱俊龙，真是好久没见，真没变。您坐吧。我不坐，我就。你找，不用，别忙，你别忙，那个什么，谁把那情况跟他说一下吧。 什么指示，朱老板？有点那个什么事儿，想咨询一下。说说说说。我媳妇儿他们公司之前买过一个重疾险。然后前段时间他这不是做了一个甲状腺癌的手术吗？哎呀。然后我们想找那个保险公司理赔，但是保险公司说这个甲状腺癌好像不属于重疾险。你们说的这个保险确实有这样的。 因为现在甲状腺癌也不完全得是这个重疾险来赔付，有的它属于轻症型的。因为从2021年2月1号开始，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赔付它就开始分期了。大夫说你这是几型啊？我这属于二型。二型的话，那确实属于轻症，这重疾险是不会给赔付的。那确实也是，我们买的是团险，而且好像只是负责重疾，其他的好像真不行。 你这样，我得看看你具体的合同上是怎么签的。合同是这样，只是的在我们人事部，然后我们个人应该有那个电子版都可以找一找。行，到时候我看看，万一有什么，就咱们能。对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客气客气，你看大老远来，我也没帮上忙。哎，这，哎，你这样，我给你们倒点水，你稍等。不用了，别喝一口，不喝了，没事没事。那个这么着，咱们老同学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改天咱一块吃吧。那肯定的，肯定的，肯定的。 我今天带他再去医院复查一下。行，那去医院，那赶紧。好吧。那你到时候我让他推给我，你微信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拜拜拜拜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慢走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好好好，拜拜，亲戚，拜拜拜拜。您忙吧啊。拜拜。那你有点闲吗？没啥事，我就是有滴点事想问你一下。你说嘛。哎，要得。你。 你觉得我适合？他的，适合什么保险？你要买保险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没有保险吗？没有啊，所以想问你嘛。那你买保险的话，我得知道你的需求。那你就都帮我介绍介绍呗，我也听。那我要从头到尾给你介绍一遍，我得介绍到后半夜。那这样的，你看差不多该吃饭了，咱们俩一起吃个饭。你看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咱们应该。两家火锅店，选火真真的还是三圣主啊？ 哎呦，杨哥，你来了，来得好帅哦，还行。大伙儿怎么说？想吃什么？都等你定呢。啊，你们是有约是吧？没有，中午的那同事说一块团个建，哦，要不你跟我们去？我就别去了，你们公司的事儿，要不然我就在这儿简单跟你说两句吧。行。大家都等你。<笑> 我听见了，我先走了。那你这着急吗？不着急，改天吧。行吧，那就发微信吧。嗯，走了。我都听见了。拜拜啊！哎，对了，我怎么在好吃地儿？你吓不吓人？大家想吃三样主的。可以。 什么意思？我刚才声儿太大了，是吗？你刚才都没声儿，没听见。这是悄悄话吗？都这么说。大爷，娘娘，咱不是说好了等我两天吗？你这不又让人举报了吗？两天。
早超过两天了，你来晚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，我这两天想了一个万全之策。啥子万全之策？我进来跟你说啊。根据我这几天对咱们小区的这个蹲守、奔查呀，我整理了一个居民日常生活作息时间表。你工作挺闲的嘛。 你看看这服务好叔叔阿姨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。各位叔叔阿姨呢，想在这里继续快乐，没得问题啊。但是嘞，得遵守我这个时间表，在最合理的时间段里面打，尽量不要影响其他人嘛。你这个合理时间段，我这个时间表啊，可是考虑了最适合大家久坐的时长的。咱们总不想以后躺着打麻将吧？ 那牌都让人看光了，不是你这个时间段，为啥是时段，一点都不自由。哎，那你们天天被人举报打两分钟我就来了，那更不自由。平时你裸饭时间是时间，来陪我们打点麻将，你要帮我们赢了，我们就听你的。啊，队长，杨队，要不要？我不太会，哎，不会正好，不然我们好好教下他。嗯，哎呀，不行，桌面谈。队长，对不起，好，随便点啊。欢迎光临。 没差。阿贝，我还能跟你客气吗？哎，这快到月底了啊，你那几位大将好像还没开单呢，别忘了你的承诺啊。哎，反派死于话多啊！我劝你慎重。刘峰，你是我张飞的神。哎，到月底了吗？你自己看手机，到几号啊？帮你复习一下不行吗？我脑子比你好使多少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来，快来快来！好香呀！哎，高兴高兴！哇，烦死了！哎，等一下，美食不拍等于白来。 这个鸭血、白来、豆干，差不多得了。一直饿着呢，一直吃。哎，他没法吃了。杨杰，平常工作没见你这么认真哈。这不是刚下嗯。那你这滤镜看起来还不错哎，看起来好有食欲啊。嗯，拍的我。那当然，咱们姐姐玩 SNS 可不要太溜。啥子是SNS？就是那些平常软件噻。我都在推荐里刷到过姐姐的打卡。哎呀，惭愧惭愧，就是爱发点吃的喝的。不是你有多少个粉丝啊？ 有1-2万吧，哇，这么多！1-2万算挺多的呀。哎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把卖保险的这个事儿结合起来，发点你的感想什么的？我确实是想过，但我就觉得太刻意了。这有什么刻意的？你自己的真情实感，你就往上发呗。而且你找一个好的切入口，比如说你找一个类似于那种什么一杯奶茶，怎么能为你30年后的养老添砖加瓦这种？我会去研究一下。 哎呀，这工作嘛，就是得跟兴趣爱好结合一下，要不然你说工作多没劲头，是不是？说的对。谢阳找你是买保险吗？可以分给我呀。不是，跟我聊聊以前的事。他怎么不找我聊以前的事啊？那也能问我呀？那你俩以前还能什么事儿？要不来的？哎，真是严哥，好巧啊，公司太贱啊。 哎，是噻，我说这两年嘛，就玩都被看到你。哎呦，工作忙嘛，升官了，升采购主管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哎，我说你不地道噻，你找我多打2把，姐姐下兄弟我噻。有啥说嘛，回头再说。哦，对对对，听你们说。好，说好好。在场啊，朋友啊，王姐，你帮我加个红糖糍粑嘛。哎，什么？你这个牛黄子算不算？你啥时候成的采购主管呢？ 就是刚刚嘛，哎，其实我还没告诉别个我在卖保险。理解理解，非常理解。其实卖保险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对吧？就是开不了口嘛。你得先越过自己这道心理防线。卖保险现在又不像以前那种敲门卖洗衣粉，对吧？而且你可以通过保险这个手段帮别人解决很多问题。 你先把问题罗列出来，对吧？你再给自己出个解决方案，你分享给大家，说不定真的能帮到人。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是不是又说工作说多了？就吃饭来了，来举起酒杯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希望大家都能早日开单啊！好，好，全身之战马上开始。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：健康竞技，筹码算输赢，不涉及金钱。60岁以上的。 为焦虑助人代表队，哎，鉴于焦虑助人代表队的选手不太会打麻将，焦虑助人代表队特批报榜子一名。但是报榜子的人不能偷看别人的牌面。
比赛现在开始。五在手，捧起邀请。起完就跳。对了，吊着石头，石头。三万三。哎，嘿，哎，过了，哦，糊了，糊了，这就再摸，没事。比赛卡，你摸，三万，别三万，两万八。六万，六万哈，石头，石头，哎呀，八万，这乖呀，两百，两百，俺算是对，第二桶，我也是七对儿童，哎，哎，哎呦，这个小五分，二桶，哎，我说大爷，你们这样就有点欺负人了，咋了？弄就欺负人了，那。这是啥子嘛？哎呀，别这个这是。哎，我们申请换人哈，可以，你上吧。来来来，那个等一下，你们三大一我也不行，我申请车轮战。车轮战，哪个怕哪个嘛？看着哪个来哪个。来。曼曼，上次你买车借的那个钱，最近能还给我吗？我急需用钱啊，谢谢啊。你这样，我可以两年房租我一次性付清，啊，然后能不能跟房东聊聊12000一个月？行，我可以跟您跟房东联系联系。是啊，如果房东同意的话，咱们后续签订合同的时候也得约定好。要是中途退房呢，我们房租还得退还给您。我不会退租，你都可以把违约金调成10倍，我跟房东一样都不退租，我这些钱晦气，花出去开心。我去，有大病。江湖救急，却胜请现身。我来了。慢走。啊，你们先回，拜拜，玉姐。拜拜，玉姐。慢走，慢走了。哎，别，哎，等过。哎，你是会打麻将是吧？那一般，尘土第三。我下午跟徐总有个线上会议，有个局我去不了，你可不可以帮一下？打麻将，这算上班不？哎。打麻将打的就是一个心理素质。哎，一会儿我先上，我就做大牌，糊不糊不要紧，重要是在心理层面威慑对手。哎，对，我呢就尽力稳扎稳打，保持每一把牌都有进分。还有，要捣乱他们的节奏，不能由着他们慢慢打。嗯，我一会儿就去申请，把出牌时间缩短到10秒钟。非常好，西西跟丁老师发的主意也非常好，所以一会儿咱俩打一个配合。我趟路，你跟上。我们的宗旨是避免点炮，我们的口号是。学会做人，必胜。哎，你姐看着挺厉害啊。那可不。那邓哥呢？我不太熟悉，他行不行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跟你姐说，非常可靠。看着气势挺足。气这么足。嗯。4万6万都行喽，还是有人想讲5万么？八千，哎，5万，给，哎，捧，虚张声势，我姐惯用套子，1万，
你解过牌，丹田药剂了。那不就剩一张了吗？二跳，宁哥这打的，他也像是在收妖精，是吗？二跳走的道理话，不行。二跳，好吗？妖精，他怎么给拆了？干嘛呀？没事，他肯定有他的道理，相信我姐。耿子墨嘞，相信他。更大的妖姬一个，四条。哎，拆大妖姬的吧？他妈，我就说我姐行吗？在这儿哭啊！全部妖姬的哟。我用不着，你单耍个妖姬，有时候我没有人。可以呀。场子里面那么明显，哪里就晓得我要出四条外地的？黑货嘛。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，大爷，给您挖了个坑，让您跳的。厉害厉害，后生可畏呀！能把牌算得清楚，这不算本事，成全队友。而且把坑挖得让人不知不觉，高手，痛快，打得过瘾，认赌服输，还要打得好，哎，心就不能慌啊，心头要不慌。这个保险来帮忙，保险有没得兴趣呢？啥子保险嘛？坐。哎，麻友们，来，请收银。哎，小保险嘛，不行，我们是愿赌服输，哈，要不然我们输了，哎，我们就听你的，你说好就打，我们就打，你说不打，我们就不打了。哎，行，那我就谢谢大爷娘娘们的支持了。小五，喊你那帮朋友以后经常来给我们耍嘛。要得，娘娘，有空我们去耍哈。对，我们带着平儿那个保险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哎，好，走吧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行，你忙去吧。今天多谢你了啊，陪我在这儿无间道。我就是路过车棚的时候，听到王大爷在那儿杠妖姬，我就赶紧告诉你了。不过你这要是被发现了，能不 IP 吗？那肯定得 IP 呀，所以绝对不能让王主任发现。哦，你知我知啊。哦，瓜娃子，你骂我干啥？我又不是听不懂。哈叔叔，那韩包，那不更简单了吗？闷蛋儿，哎，不会了吧？来，坐。不会呀，那我凭什么白白让你骂这么些句呀？大周末还为公事跑过来，你还不是瓜娃子呀？那你是通风报信的瓜娃子。我不是通风报信，我觉得那些老人他们那么大岁数了，没有人陪着，挺孤独的。也是，我这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。对了，你胆子够大呀，要这回输了，你就真不管他们打麻将了。那必然不能啊。大爷大妈说的是，如果我赢了，他们就按我的时间表来。可没说要是我输了就不能继续来做他们的工作，而且就算不赢，陪陪他们也挺好。瓜娃子，
闷嘚儿。你好，我拉一下快递。嗯，好。啊，85009。啊，85009，取走了的嘛？啊，哪个取的？哦，我想想，是个娘人取的。哦，好好，谢谢啊。嗯嗯。你看，哈哈，一碗霸道肥肠。嗯。妈妈，哎，你回来了。啊啊啊！哎，你是不是取我快递？啊？啊？一三的人说是你取的。哎，你本事有点大哦！你没取的吗？你哪个取的？我的快递我自己拿都可以了。哎呀，我们帮你拆了收拾好，还不是帮你省事了吗？有些客户资料弄乱了，很麻烦，跟你们说过的嘛。哎呀，你着啥子急嘛？给，我们帮你拆了。那些，也不晓得都买了些啥子东西，哼。这个就是朋友送我的美容仪，这是美容仪的事吗？啥子？我跟你说过，啥子年纪就做啥子年纪该做的事啊！你也30多了，不找男朋友，我觉得我和老汉儿对你的教育出了问题哦。吃饭了，不吃。你不吃饭要成仙哦。说了不吃就不吃，不要喊了。你咋子了？我都把钥匙拿下来了。我还有把钥匙。屋头就我们三个，你把门关了咋子嘞？你们是不是动我日记本了？没有。我放在右边呢，你看完之后放到左边了。还有，这张照片你们也动了。你妈妈帮你收拾东西，不小心可能放错了。啊，就是，我看了，爪子妈。你会不会还有啥子秘密对妈那哈哦？有没有秘密是我的事儿，我没让你看你就不能看。哎呦，本本都是你妈妈帮你买的，有啥子不能看的嘛？这是我的隐私。隐私？小娃娃哪还有隐私，笑死人！怎么没有？凭什么没有？以后不准动我的东西！哦哟，你咋子了？发那么大的脾气，跟老汉儿吼啥子嘛？我还没问你的，照片上那个男生，你跟他站那么近，啥子关系？啥子意思？你说一下。佩佩，爸爸告诉你，心思要放到学习上，啊？只要你不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你就坦坦荡荡，不怕人看嘛。哎，张培，你媳妇儿，张培，哎呀，你也30多岁了，也晓得给自己买美容仪了，你咋个就不给自己找个男朋友呢？现在不抓紧，以后更难了。哎，我这正好奇，你觉得我30多岁，我应该怎么样啊？我就应该没自我、没隐私呗？我就应该在你定的点儿，在哪儿、什么时候，马上生孩子，我就得马上生出来呗？你们想要一个这么听话的，你们买个机器人，你们养我干嘛呢？你在扯啥子扯？我和老汉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过来的，我们生了个你，多乖的。你要听，你出来听啊，老汉。老汉，出来。跟你妈妈讲话好好讲嘛，隔壁邻居都听到了。是吗？
我们就是还想喊你正常的过个生活，好生的找个男朋友，是不是？你说啥子我们都相信，我们都听得进去，但是其他楼底下的娘娘他们不得行，晓不晓得？我话就跟你说明了，今天这个东西是老汉儿扯开的，楼底下的娘娘们看到了，他们又问起你找男朋友没有，又在那儿乱喊。我跟你两个说啊，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，你不可以进我屋头，你不可以动我的东西，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。美好的少年时光，你不怀念吗？嗯，我不怀念。行，你不怀念，我怀念，行吧？咱们见见老同学，好不好？周末出来耍，好不好？没空，要加班。要得要得，你忙。哎，佳熙，嗯，你刚好帮我个忙，这场戏啊，我总觉得后面少了一句话。嗯，帮我想想呢。这种热情虽然毫无作用，但是就像止痛剂一样，会让他对生活的痛苦减轻一些，或者说是对生活的忍耐程度更强了一点。但要记住，只是一些或是一点，介于阿司匹林和曲马多缓释片中间的一种疗效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。哎，你再说一遍啊，我有点没记完。我那我发你微信吧。行，到时候也可以问问导演。谢谢啊。哎，导演。啊。刚才佳熙啊说这句话可以再这样改一下。行，可以。可以吧？哎，行。编辑好发你啊。好，谢谢。嗯。考虑的怎么样？嗯，您对入职时间有要求吗？我明天飞杭州，一个工作坊，大概一个月后回来正式开始筹备。你一个月内入职就行，没问题，我愿意加入您的工作室，一个月之后入职。好。对了，孙康也会进这个项目。嗯。小孙啊，哎，你过来一下。前期的时候，你们可以一起先读读原著，找找各种版本啊，多看看，多讨论。你带带他。坚强是否是人生必带的铠甲？穿上它，一切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吗？走下去，会看见一片荒芜，还是一路繁花？会不会紧紧攥在手里的种子，根本就不会成为春天？丹丹，
我知道你在里面。那个，你别生气啊。我刚才给你买的那个你最爱吃兔头，你是不是没吃饭呀？你听我给你解释，孟婷来成都这事儿我真不知道，我也没陪她，就陪她看了最后一场电影。我已经电话跟她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俩一点关系就没有了，真的。丹丹，你相信我行不行？别再说孟婷了，行吗？我之前是怨孟婷，我现在怨的人是你。你把我们给毁了。你觉得出轨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吗？丹丹，对不起，我真对不起，我给你道歉。道歉有用吗？不是，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说的。来，你来给我交代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出的轨？我录音，你敢吗？今年七月份。七月份？我什么时候怀的孕呢？七月份，你要脸吗？我当时知道你怀孕，我怎么可能跟孟婷我们俩发生关系呢？我不怀孕，你们就可以搞在一起是吗？不是。你给他花没花过钱？公司的钱？没有。这个真没有。我诉方丽发誓没有给孟婷转过一分钱，真的。我就给她送过一些小礼物，不是很贵重的，真的。丹丹，你们睡过几次？就一次，真就一次。苏芳丽啊，我们那会儿那么难都熬过来了，你非要跟我是这样的结局是吧？我们都那么好，你是对我不满意是吗？是我不好吗？难道你很好，就是问题都在我，在我身上，我王八蛋，我混蛋，行不行？我错了，行不行？我现在问你，就算我原谅你，你就不出轨了吗？如果我说我不会，你还会再相信我吗？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不离婚啊？丹丹，我错了。你给我消失！我真错了，丹丹，我真错了。一二三，滚！丹丹，丹丹。
喂，丁老师。是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嗯。西西虽然已经长大了，但很多事情我还是放心不下。没事儿，医疗技术现在很厉害的。嗯，我知道，我会努力的。西西，丁老师确诊了。即使我无法决定人生按哪种剧本书写，我依然盼望着了不起的一天，不是奔向远方的那天，不是功成名就的那天，是少有欢笑诸多烦恼但仍然坚持的一天。